看一下莱顺德。其实 Eric 可以考虑上这个。对啊，再多利多。看一下莱顺德他的找莱顺德给收了，以及他的常用卡牌，目前是他的一个雷达图评分不是特别高。是的。上场率也不是。他主要是之前最开始上场的时候非常的惊艳，打得非常不错，但是到后面的话因为自己被对手给针对到，所以说 Nova 战队选择先让他隐藏一下，到最后的决赛才放才上，这个叫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嘛。就因为我就是我这个是秘密杀器，我前面就第一场我打得很好嘛，你后面研究我无所谓，我就先不打，我最后再用出来。来看一下半卡，半卡这里是换掉了一个矿工以及机甲亡灵，这第一次上班位吧？是的，这个、机甲。机甲上班位，待会儿可以感觉是他肯定是把机甲搬掉，要带个什么东西比较怕机甲，是什么东西怕机甲呢？比较怕机甲，然后还有一个神剑游侠也比较怕机甲，对。但其实神剑游侠的话，他如果能够赚到前期的输出，即使这个机甲把它解掉，也无所谓。对，而胖子和石头人后面跟个机甲，也是这个机甲输出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是，所以说选择搬掉以后，看一下莱顿能不能卖来卖什么卡组，对的。而且莱顿这个手法单方无法猜测，而且他用什么样的？是的，我很期待三枪内战，有可能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会有可能出现在今天比赛当中的。啊，我也是第一次在线下见到诺亚这位小哥哥。是的，来了。放个 spear， 胖子，不要让那些人。好，莫打，别打的野猪打胖子，别干，真的好吗？别干，敲到两下，看来真的还有什么准备吧？他应该是不怕这个胖子的。这胖子小苍蝇没有机甲，这个小苍蝇很难解。No， 王子弹，Legend 呀，为什么？Oh my god， 贪了一点。那这个小闪是留给六个单位在一起。要被胖子锤一锤吗？没有，锤不到。这狂暴手跟在后面看到了，这个还是看到了。这一定能看到的，只要不是那个色盲都可以看到。Legend 有点像一个迫击炮珠啊，血量的话都还可以。是的，这里但是有可能会被野猪抢到这一波。猎人直接做一波防守，胖子顶前面。挡得很细节，想保猎人输出。对的。然后这个苍蝇是不好解的，就猎人两枪带走，应该要有没有带走了？胖子有一锤没有？有一锤。两边的血量竟然是一个同步速率在往下掉的，是的。不过丹王这里的费用稍微的占优一些，肯定要等双倍才能大家掏出自己压箱底的东西。丹王这边想打的话，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小点，对的。而这里要保住自己的猎人也是丹王需要做的。不过这里 Legend 他应该是有一个迫击炮的手法，这里不要多，你们直接毒掉抢血，没问题，抢的还可以。对，然后猎人来吃这个野猪，地龙。地龙这边效率比较低啊，是的。但是我觉得他是想反打。对，这波反打过来不是非常不容易，但是很快，飞龙又冲到塔，推一下，反中 logo， 很灵，很关键，解的完美。那这里白王解，我觉得还是用猎人解，然后顶住会好一些。对，猎人刚才就应该直接解决了。来，进攻的打法，我有点受不了。这个炮太难受了。是的，原来不是迫击炮，是个大皮卡。是，但是还好。那这个地狱龙没有吸到这个大皮卡呀。大皮卡哇，只能被迫交小电。又来了，黑王是很难防御住这个野猪的。滚木又交掉，这个新卡怎么办？野猪敲到两锤。直接到斩杀血线。是的，现在 Legend 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防好这一波。是的，再过一个交掉以后，这个新卡是很难防御的。雨龙锁到了大皮卡，但是这个胖子没了。是，唯一的进攻手段已经被消耗掉了。来，这里直接一波毒药。是，斩杀，漂亮。恭喜！哇，这个丫丫笑的已经。眉飞色舞啊！我们笑的眼睛都要掉了。不会，我操，哪次要装逼了？但是我们确实看到，就是 Legend 他在控制情况下，自己的一个进攻技能。是啊，你这边没软子，他哪个板凳板凳？刚刚也确实换了卡，没当个平板凳。但是很可惜，很可惜的是，前面的中板两鬼子啊，包里两鬼子，肯定是存在劣势的。他那胖子地狱龙猎人的话，我感觉他是想和 Legend 打一个内战，有可能。但是没想到对方还有一个皮卡。是啊。这
很头疼，脑头疼，厉害。看一下这个第二局会不会换了，会不会看换卡组？我很期待新卡的一个互怼啊，就看谁的新卡用得好。始终不要忘记在这里翻掉，这一场是选择带了小仓，其实对还有比较，就是还有就比较怕。Go Go Legend， 是的，因为刚才那个牌的话，他如果把机甲搬掉了，这个如果场上是有机甲的那个小苍蝇就很容易被解决。对的，对的。你们看到这边的话，他带了小苍蝇加上一个蝙蝠，清扫能力很快，就是他，而且他现在就不把蝙蝠和那个。就小汤一起放，是就先骗你一个小店，让你胖子没有办法打出那一下，配合小店进攻。他带了什么东西？带了小汤，带了小蝙蝠，带了头毛手，是哪个都不是。对呀、啊，就先骗。丹王这里毒药的话，他是而且很难都毒到。对。所以其实他第一个抢血的那个做法无可厚非，因为对方是一个快速猪嘛。是的。但是你毒药一交之后的话，其实也亏了很多的一些自己的那个节奏。是，其实善于运用小费卡组做一些拉扯和骗法术这样一种细节操作，也是 Legend 的个人的能力。Man mega chơi bắt cao hợp lý, và chơi nó chơi được mua được mình chơi bắt và chơi được hay. 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对的，聪明。猎人胖子。好，来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场比赛。对，来丹王这里会不会选择上三枪了？其实三枪打这个猪是可以打的、哦，是三枪触发的呢。Let's go， 打这个是可以打的。哦，猪这里能敲一下，敲一下。那这里反打，用猎人吧。老，先滚。滚。哦，等等等 ，Mr. No， 等等等。哦哟，打了。打了，猪黑扫，我们猪还要接。这是带了小陈喜欢带的一套卡组，是的，感觉抄了一手小陈的牌。对，这里的话看一下两边怎么来解猪吧。嗯，我感觉他这个空中单位用的实在太好了。是的，他这个小分蝙蝠，然后再拿苍蝇一个头毛手拉扯，哇，这个很细节啊、哦。是的，我就他那个分兵。对，是的，他这个叫物尽其用。这个对这个滚木的话是预判。新卡的，但是这里直接下出一个大皮卡。对的，那丹王这边又有点难处理了。对的，这里难地龙，高冷物在那边勾一下，但是这要断，这会断，哎，断了。但是没关系。是的，Legend这里会不会选择分新卡？蝙蝠还可以啊，那这个皮卡是直接无伤吃掉。是的，漂亮，直接下，然后顶伤害。是的。哎呦！但是这个锁定的是猪。是的，啊，猪当中直接被秒掉了。这个野猪，我们再滚一下这野猪，敲一下。哇！其实他那个就是他的一个这个兵法的位置是放在了偏左。是的，哇！这个苍蝇加滚木不很细节，野猪一下没有敲出来，然后再用头帽手来消耗。丹王没有办法，不能卖血，只能选择继续防御。是的，此消彼长之下，丹王的血量都被压得很低很低了。对的，都有机会。对于Legend来讲，Legend这里现在很轻松，就是说他一直来分卡。你看他分卡，你这样到底解不解？你不解的话，我这个后面的这个小妹我就小妹就不悄悄的去偷。是的，然后继续用毒药来进行输出。还可以，他又用。好，没了，这个。明理了，没了 ，spell 了，用 spell 了 ，spam 了，不打 hop 了，这个 hop 是 hop 不打 hop 的。然后 spam 了，没第二次好了 ，hop 不打 hop 了。丹王不可能再次找到，不可能塞呢。对，很关键的一个地方。丹王不停的用自己的牌去防守，用法术去防守。这时候好快出了一波野猪，强行蹦，拿小苍蝇加滚木，也只有这。一下，但是怎么说？一下还好吧，能因为这个 Legend 这里的他的野猪也很难进，对他只能拿四费。你敲一下，也相当于我读一下吧。对，都是四费，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。但他的这个小费蹭的话，但我每次要拿兵刃来挡，就少了一个拉扯。是，哎呀，看这波下不下？双方同时下猪。哎，但这波是多了一个输出单位的。对，有没有滚？多。但这个地狱龙下的不错，大王。对方没有小电来打断这个地狱龙，哎，现在单方还不错，找让对方没有办法跟毒。对，是的。这波没有兵人在场上的情况下，头毛手又要过来了，要防啊！这个头毛手，哦，哎，不 ，spear，spear 野猪，这个猪，不能动，中间，是的，野猪，哇，很极限，是，但是这个小妹有没有输出？
并没有。小美，这边没凶出来，充血了。不断的攻击让丹王这边很难找再是的，丹王这里也是在找机会，一般一波火球，但是没有下得太晚了一点点。是的。Poison cần phải ba cái Poison nữa, hoặc là hai Poison một trạng của Spear nữa. 就就是一需要进攻，不能让他放毒药。是的，哎呀，找到机会毒了，又毒了。这一波冰人珠很关键，有没有要打一波？滚一下吗？滚掉了，野猪有没有输出？调倒一下。但是这个小蝙蝠的 Spear 有机会哦，有两个 Spear。丹王现在他手上有兵马在场上，对， Poison 直接单独。哎，先把两个人再毒一波就斩杀了。好，再攻攻。是的 ，Legend 这里只要选择防御住这波野猪就赚了，不能犹豫了，要 all in 了。这波火球要预判一下吗？有没有火球呢？没有。Spear 又出来了，又投到一下。是的。天哪，他们应该是 Poison 这里说各出一波毒药，直接毒掉。恭喜 Legend 获得到第一场比赛胜利，这真的是我看到有史以来最为细腻的一场比赛，而且打得非常不错，对，不失激进的同时还很细腻。哇，这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两队的这个实力啊，在为数不多的夹缝之中一直一直往外挣扎，终于挣扎出来这样一丝能够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空间。是的，确实丹王也发挥怎么说呢，已经晋级了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丹王的那一手地龙确实太卡手了，他没有办法后面去接地龙，而且地龙没有办法，就是他最后于后面进攻最大的一个这个，而且 Legend 不是每一次用皮卡去吃对方的野猪，而是选择用苍蝇加滚步，而且有一到两个。